可是一样还是奥数三个的，很机测是一样还是奥数啊？又花时间又无聊啊！事不宜迟，天游万象会。好不容易前面有两个，然后第三个就不出。然后敲第二钻，请指教。还在补啊？刚就始终用光了啊！刚就没想好啊，始终就用光了。差刚差一下就赢了啦，就思考不周，最后一个时钟还是。就白白浪费掉了，请指教。哎，草米出来了，可以。去买时钟啊！我买了、啊，就九次，又不能变二十次。请指教。那只要能变二十次就好了。有啦，这次浪费比较少时钟就，才花一次时钟而已，这样过的机会就很高了啦。死不全种。接下来就是不要让他被打，不要补到他。请指教。不要补到他。八月三成闲。事不宜迟，天游万象，姨在这儿呢。叫出来！所以这回好像是普通打，随便打的时候，随便打。事不宜迟，来吧！还是随便输出。事不宜迟。我先来个大补。出来就来喽！是哦，赴汤蹈刃。我来这边先 A 他一刀，这我刚忘记了，就是现在，这边要引走。就我刚那个打法是错的。
请指教。我刚上一回合有注意，这回合就没注意。上一次反正真实中很多，这应该不会太困难。来吧，刚刚就是为了要躲他，所以无谓的抵抗，他是出外补的。事不宜迟，我这边是帮他。天摇外向，他这边，对，这边在敲。将 AOE 下去之后，我就这样我就70-80%血。你在这儿呢，我先往后退，先上，请指教。上完之后事不宜迟，也不用。八月三成闲，来补输出。请指教。死不全种，主角先溜。请指教。来吧，我过来放这里。来吧，满足了。哎呀，没死，说来就来了。好险，我有留一手。哇，这样好像还是死了。这我应该还是要直接让他把血拉满就好了。哇，他直接给我过关。勿要轻敌。哎，这样也是13000哦，那好啊，那好，这样是13000，有过13000就好了。帮我把他的血线拉满就好了，把他血线拉满就好，不想让他敲那么痛。有了，还是13000呢。